你晚上不吃任何东西吧？啊。那你一天吃几餐？那你吃的这个鸭肉吗？那你吃的鸡肉。啊。再加一个。好，就这样吧。我感觉我这个鸭子好像没你那个，就是你这个鸡好像是原味的哈、哦。我这个用酱油卤过的感觉，吃起来怪怪的。那多吃点鸡肉呗，鸡肉好吃一点。好，你先吃吧。雪雪。嗯。这16块钱一个的快餐，感觉怎么样？我觉得蛮实惠的，而且现在那个物价猛涨。对啊，现在不只是肉涨了哈，鸡啊、鸭啊，通通都涨价了哈。这个菜呀、啊，这个饭分量蛮足的哈。